嗯，好的好的，其他的明天上班我们再联系吧。嗯，好好好好，再见。好，不是吧？我才换的屏幕又摔碎了，干脆坑一下春花，让他给我换。春花，春花。一会儿春花回来，肯定会坐这儿。哎，嗯。哎，你回来了？哎，是。我今天好累，我先睡会儿，一会儿饭做好了叫我。哎呦，我也累死了，你休息一会儿。是吧？这么容易碎呀？起来吃饭啦？嗯，几点钟啊？哎，我手机呢？我怎么知道你的手机？我一回来你就睡在这儿了？哎，我刚刚好像放那儿了，要不你帮我找一下？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打个电话。也行吧。我的天哪，你睡觉把手机屏幕压碎了，你的头是有多重啊？我的妈呀，你刚刚睡觉是把手机放在那儿对吧？来来来，我看看。嘿，我的粉饼也在这儿，你把我的粉饼也压碎了。我的天哪，你的头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粉饼是我最贵的粉饼，你得赔一个给我，你知不知道？最贵的，最贵的，你必须得赔一个。想看到更多精彩的内容，嘿嘿，赶紧扫扫扫。